夏天就要吃酸甜清爽的洛梨酱鸡排。洛梨的话，一定要选到这个整个皮都是紫色的，因为它的熟度才刚刚好。再来轻轻的把它切成块状，加一点这个 cream cheese， 这味道非常香哦。然后再加 yogurt， 优格，对，鸡腿看一下。今天晚上6点，三三厨房。